浑沌的空间，就是跟你没关系，但是它还是发生了。在梦里面一直跟我吵架，我现在不想理你了。我在梦里面跟你吵架，我现在不想理你。这题怎么解？你要回答。他说：“我昨天做梦，梦到我好爱你。”哦呦，正解是吗？可以吗？还是谁？还是什么？没有。可是我昨天做梦，梦到我好爱你，我一直抱着你。梦到吵架，你不要再给人家压力了，不要再给人家压力了。你为什么害人家梦里还要吵架？压力很大。为什么？检讨一下。什么吵架？吵架还好。有时候还是想起来，怎样又那个脸干嘛了？昨天晚上跟别的女生去跳舞，我说我怎样跟别的女生跳舞？他说你就是跟别的女生跳舞。我只喜欢跟你跳舞，你不要，我今天不想理你，你今天睡外面。不要会讲出这种，你今天睡外面就是在撒娇。哦，是哦。那如果你真的吵架，吵到。你就直接去沙发睡，他就走来沙发那边。现在是怎样不沟通了是吗？精辟，精辟。来一管， oh. 来一管吧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今天是母亲节，然后我有订了三束小小的花，是要给阿娜的。然后今天就是打算要让阿娜拿着小花送妈妈、婆婆还有奶奶，母亲节快乐。没错，今天是母亲节，等一下有一个礼物要拿去送妈咪的。哇，第一次送礼物。我问阿美想要吃什么早餐，我说我想要吃一个鸡肉的泡饭。这是在给我难题吗？鸡肉泡饭。还好我们昨天家里没有鸡肉，我现在想办法弄一份泡饭出来给他。哇。I'm happy on my own, making coffee at home, and eating breakfast all alone。那我们昨天为了那个。生活的日常琐碎事小吵架，所以我要许愿，就是鸡汤泡饭，让你煮，你加油哈！你大部分的粉丝都知道你很会做菜吗？应该吧，应该都知道，没有很会啊。哦，有谦虚的起来。好吃，好吃，哇！是会超级好吃，真厉害耶！爸，我们拿点切水果，你抱我好不好？你抱我，你。When our song comes on, I just come along.And order another round. 又有小礼物，谢谢。你们说 Happy Mother's Day。Kiss mommy。来给妈咪 kiss， 给妈咪亲一个。哇。那个贝贝来贝。那可以亲妈咪一个吗？可爱哦。你有设计哦。真的，他昨天设计到今天，但应该没有设计到昨天我们的吵架。你怎么跟 AJ 求婚的？哦，这个故事很有趣，就是中间非常多的插曲。这个途中他还不小心就是爆雷，他会做这件事。Yeah. 自己搞自己吧。是。那个时候我岳母还在香港嘛，然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影片传给我岳母看，这样。然后我岳母只讲一句话：“你连想都没有想，0.1秒就 say yes 了。”都没有过程，都没有过程。
我那个话都还没讲完。他说好，那是重点。那我觉得之后你就要追问他的故事，因为前面已经爆雷了，那你就已经大概有这样的感觉。哦，你已经知道了。我今天很早就来到上班，哎，哇，谢谢，好棒哦！哇，这个画这么漂亮哦，这么漂亮啊！你送的是不是？对呀。哇，亲一个，来亲一个。他自己说对呀。哎呀，太可笑了。计划成功，成功啊！通常男生都是一套，对我就是，还是我要三套。你知道你比较花俏，你知道你要换几套。毕竟我是巨星。对。然后不好意思抢你的风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天我有三套。Yeah, 那天你的大日子，我让给你。Okay. 对，我们现在是来到教会，然后这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教会，然后我们希望可以选择它作为我们那个婚礼观礼的场地。我先去跟那个工作人员讲一下。你要去处理一个问题哦，我婚礼当天才能够看到他的幻想。你知道他比较传统男生。艺人，你没有不要哦。那边那个也是先拍的。没有在那边。那白天又要教会，不让我天天拍。我跟你讲不行，没你会杀掉。杀掉你又不是杀掉我，那就是一定要对你的不好啊。没关系，杀掉你不行啊。献祭到目前为止，他婚纱都是他自己跟设计师讨论的。我一直诱惑他，一直诱惑他，想要给他看，然后让他给我意见，然后他一直不看。那你有看过他的吗？他都还没选。对啊，因为任何西装穿在我身上都是。助理在翻白眼，助理在翻白眼。那如果在教会的话，我觉得，他对庄重，也是对正式，的一个，我觉得也是最神圣的一个点，就是在于，神是你的证婚人，嗯，我们是来见证的，嗯，是，这个也是我想要的。然后我刚才听完黄师兄讲的，我有一个疑问是。比如说交换事实这一件事情，我大概知道是一个什么，但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跟神立约，就是他有一个动作嘛，或者是我们需要准备什么东西？是啊是啊，所以，那你那时候知道佑哥喜欢你吗？当然知道，不然我喜欢他是很明显的。我把他的 IG 每一张照片 like 一整排。哇塞！也就是说，他点开会看到有一个人 like 我的照片 like 一排。刷一排爱心，我手机的照片从我们两个第一次的照片到现在都还在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手机里面有你跟阿美的第一张合照？应该有。我好像我也有，我也是有你们的第一张照片，第一首歌。你把你跟阿美第一张合照找出来，对照一下。你也找出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同一张。你看，这我是装在朋友家，然后我们还穿情侣装去，然后对着。在 Brenda 家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交换线索，不可以交换线索。我们冷战给我的。等一下。没有，这是他给我第一张的自拍。第一张传给你的自拍。啊，对。哎，为什么我找不到我刚刚讲？哎，这个游戏。对啊，我现在也觉得，就是那个照片的。啊，有了，我有了。你要找到了。哦。不要看，先偷偷给镜头。哦。还是小少男的时候，然后他还去剪头发那天，跟杰哥的女儿，都是传那种女儿小孩，就是有那种爸爸的模样的感觉。然后他身为女生觉得，哦，好好。你看那是几号？那是几号？27，对不对？527啊，多跟在这边。你要527之前，更早。哎，这几号的？522。啊。接吻，哇塞！我就说了，不要跟我挑战这种事情。哎，你大叔特叔，你输惨了。然后每次像他还在讲的时候，我们直接跟你这个。我们
们当初录的时候，当初是有语音的。我直接把语音放出来。为什么？我现在不想跟你讲话。我刚刚梦到你在梦里面，你跟别的女生去跳舞，然后挂掉这样。然后我就讲，这就是迷之空间。我什么都没做，但是我现在要开始道歉。什么都没做，但是这个对啊，杨丽的超好笑，你们也是。但我记得也是他，就反正也是跟女生那边聊天讲话，我叫他不理我，然后还会为了那女生要跟我什么分开，对，很多啦，超多。然后起来对他老公大发脾气，而且我是起来说，你不知道。真的很累，因为我好像想睡，我在梦里面已经很气了，我起来的时候也很气，然后是那种喘的。眼睛没睁那么大，因为太迷蒙了。